我们现在介绍一位嘉宾，我们欢迎新庄高中大家长涂顺安涂校长。 感谢今天所有的老师，你们的莅临，有你们的支持，成就了今天的我们。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第一个节目，由一年四五班全体同学所带来的《女人香》。《女人香》这首曲子给人就像踩着探戈舞步的女人，傲视一切的态度，让我们能感受到拉丁民族的异国风情。今天我们是由小提琴、柳琴、二胡。 还有声来带领全旅，用国乐加上西乐的组合来诠释一首截然不同风情的《女人香》。那现在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年四五班全体同学。 Thank you.